现在是2017年4月3号早上7点左右，到处是人。这是泰山的天街和南天门之间。据了解，昨天晚上留在泰山上的游客是3万多人，大部分是来看泰山日出的学生，真的是人山人海。这是等待下山的游客，要乘坐索道等候下山。我们也看到，这个尽管以下山的居多，也有少量游客逆流而上，也有登山的人，但是更多的是下山的人。这是南天门，那细细的人流，远处是去往南天门索道站的。这个人海是天街啊，是天街牌坊，天街后面还有大量的人流。哎呀，太壮观了，太壮观了，到处都是人啊。这真的是中国特色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